那你就把我卡死啊！换我检举你。等下，偷个运作人民币一千。然后等下再开场讲检举。好像孤儿哦，就在里面这样子跑。他也没有出去的方法哎。完了，被骗。是跟你说卡 bug 卡久而被骗吗？他重点是，这又不是我，没事，跟一天的呀、啊。没关系，你还有那个、啊。哎、欸，三天呢、欸？二一使用 bug 三天。没关系啊，你还有钱给我。为什么是我恶意使用？又不是我恶意使用。刚才你打死一个人，对，是我已经打死两个了。没关系，我可以，但是我还换考。嗯哼，高班级。嗯。哎，赖峰。嗯。我要开 November。开你烂啦！开 November。你给我一个理由吗？欸，不，你开我龙面包，我只是给你，你开我看一下子啊。记呀，又不是我要恶意穿 bug， 是我一下去落伞就穿 bug， 真的是记了哎、欸。哈，人生解锁，被 ban 了。账号也被 ban 账号三天，因为卡 bug。所以你们刚刚看得到我视角长怎样啊？看得到。你我是说很空的那部分。对啊。不是因为技术被 ban， 对吧、啊？不是因为技术被 ban。拜托，我是有因为技术被 ban 过一次啊，就那么一次。很好，哎、欸，我另外一个账号在哪里啊？忘记我在放哪里了。重开。我给你账号密码，你要看哦。早安，晚安，西爸，我的账号被 ban 了，西爸。我就是有 ban。72小时诶，三天诶，很久诶，不能等诶，我这个人不能等诶。礼拜二才可以玩。很惨诶 ，Hello， 人家都要放假、欸，我还不能看我自己的号。诶、欸，那个，验证码。那你嘞？我看一下我验证码。现在什么环节？换账号啊？不是因为太强、不是因为技术被 ban， 你去回去看 BOD， 快，西班牙，你去看，你去